2019年推出的名曲 Fancy MV 在 YouTube 的点阅量至今可是突破了6.2亿。而近期 Stacy 透过 Spotify 公开翻唱了这首歌的音源及影片，他们用比原曲慢的节奏，加上独有魅力的主唱声音，突出 R&B 风格，展现出与 Twice 不一样的魅力。而令粉丝兴奋的是，两团竟然梦幻联动，一起跳了舞蹈挑战，美女与美女的合作实在太好看了。